快点！别推啊！狗仗人势的东西。算了。哎，冉安乐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干嘛？我帮你打扮打扮呀。我们这身装难民有点勉强吧？来。我自己来便是。哎呀，你这矜持劲儿得拖到什么时候？来来来来。拿好了。哎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脸上也涂点吗？好吗？老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走。老板。站住！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两位官老爷，我们实在是恶意。知府大人明明下了戒令，你们这帮贱民怎敢滞留城中？关大爷，赏点饭吧。走，把他们带到老地方去。走。快点，别磨蹭。下一个。就这么多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别磨蹭。快点，别推啊，狗仗人势的东西。算了。慢点，后面。边疆硝烟战起时，他们将自己的儿子还有丈夫都送出去。等到大旱来临之际，又是他们亲自挖取灌水，没想到眼下没了。后面，殿下，你没看见的东西多了，人命如草芥，百姓如猪狗。是我的错。这可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狗官的错，他们只手遮天，中饱私囊，害得百姓受苦。冉安乐，你要谨言慎行，你给我把这些话吞肚子里去。我可当你是知己，所以才如此口无遮拦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无心戏谑。来了。行了，下雨了，准备撤了，把周米都收起来。哎。回去吧。早都淋着了，你看你脸上的泥都没了。快走，小心暴露。冉安乐，啊，安抚百姓和查穆天府，我想先办好签证。可是没有物资的话，很难办得到啊。有，米行上人的米。原来殿下是想学我以前打家劫舍的行当。还是得取乎正道才行。既然有万事顺意的仁安乐在，殿下一定如意。